蛮多，都是以前的队友嘛。对云涛，就像对云涛、阿吉啊，我觉得蛮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真的同队太久，对吧？从来没有就是在职业赛场上正式跟他们交流过。这样，这样是状元哎、欸。有、当然还是会啊，因为毕竟是从小的偶像，对吧？就觉得跟他们在同个场上打球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。是杰哥，而且我们真的是，因为他们的冠军赛，我们是每场都看，完全是被他们圈粉，俘虏受，圈粉，超级圈粉，真的太强，真的太强，默契，对吧？直接冠军赛发挥的老将价值，